的话，这个新建一个演出，就这个键，一个快清除键。主要的话就是操控这两个键，这个键还有这个配件，这个新建点一下，这里有个新建，屏幕这里，嗯，这是新建演出，然后这里可以命名，然后点确定。然后现在建好了，然后就配接，配接的话就这个，配接一个 demo。然后通道数量，这个我们控制器八个通道，设置八。然后地址的话，就默认按照一开始。因为控制器设置成是九的，九开始的话，那地址这里就设置成九。然后配接，然后现在通道就出来了，八个通道。然后就可以控了，这个速度亮度打上去，OK 了。嗯，第一个。就这样，可以了，就这样。